今年110年岁除人民年，正月初，澳航牧人店依照办理慎重消灾解厄，祈求平安。在疫情严峻之下嘞，采用4连假，量体温、戴口罩，确保大家来烧香拜拜，咱会当平平安安。今仔日，咱关圣帝君也有特别圣事，开工施行各生肖注意的事项。除此以外，还有在澳航牧人店安光明灯、平安灯、太岁灯，添油香1000块以上嘞，可以参加正月15元宵节的抽奖活动，最高奖金60000块。澳航牧人店总干事戴建峰表示：“咱国语吼牧人店所有先生代表大家吼高赞吼。恭喜大家吼！咱今仔是咱明年1月7日龙时节日吼，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吼，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吼！今仔日咱牧人店吼，为了配合咱这个政府吼，这个疫情的政策吼，虽然是讲疫情真严重啦吼，但是咱也是替咱的信徒吼，管理讲有特别交代来今年都爱替咱信徒吼来做一个解运的这个仪式啦吼，当然吼。配合政府的意识吼，牧人店嘛当来配合政府的政令吼，包括咱戴口罩吼，也是咱的这个量体温吼、量额温吼，啊，甲咱这个管制啦吼，这个、距离的管制吼，拢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做啦吼。当然，伫咱这个任运年啦吼，咱官爹讲特别有来做些盛事啦吼，尤其是这开工的日子吼，用农历正月初三这个子时。甲咱农历正月初六、初八吼，这两个五时吼，甲农历正月初十二时啦吼，做四个时间，要咱大家做一个选择吼，或者开工会当大吉吼，大家当伫咱这个壬寅年做这个头路会当宏图大展吼，做生意会当家业如此啦吼。上重要的吼，就是咱原来讲特别盛事，今年生肖生肖畜、肖虎、肖兔、肖蛇。上高、上低、上低吼，这车上吼，今年都这身体包括病符吼、车管种种，一定要小心吼，大小心吼。咱今年都信徒要啉这个白水，一定要注意吼，爱滚过吼，爱有行过吼，才来使用，安尼较安全啦吼。今仔日除了咱本地人有办理这个光明灯、平安灯、太岁灯吼，这个仪式度啊吼。嘛，伫咱农历就是正月15日元宵节有办理这个点灯摸彩吼这个活动啦吼配合政府政策吼伫咱农历正月15日元宵节，伫咱本店吼公开抽奖吼最高的奖金吼是60000块啦吼最高的奖金是新台币60000块啦吼直接来邀请各位楼下。会当来点灯吼，点灯给大家。伫这年代，这年伫咱这个人民年，会当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大家当心想心舒畅啦吼。直接感谢大家吼，嘛祝福大家啦吼，感谢谢谢。今日信众非常踊跃，来到澳门门店行平安桥，法师来解问，祈求来年事业丰登，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学业精进，每一个人拢抱着。虔诚的心咧，来祈求观世音公大殿神威，护庇信众，事事如意。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